哈喽，家人们，就是我现在要出门，然后妆化的贼精致，但是我没有任何时间要搞我的这个头发，就是我这种又不烫又不染的，不能说是发型，就是它是一款长发，就是这种情况啊，咱一不用卷发，二不用编发，1分钟之内让你简单精致的出门，你这个颜值、这个妆都变得好看的那种。这几款头发真的就是简单到没边儿啊！第一个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头发全部都扎起来，然后你皮筋扎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把它窝起来，就窝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把前面的头发给它弄得松一点，拽几根头发下来修饰我们的脸型，然后上面部分给它分成左右两份，就像个蝴蝶结一样，还有发尾也给它团到一块儿去，然后拿一个大一点的蝴蝶结抓夹，蝴蝶结的最好看，然后一下子给它夹住，我整一下前面这几朵毛啊，不然很难看，然后这个发型就完成了。还有更快的，就直接用一个大大宽宽的这种发箍，这种戴上你自己看，真的非常出效果。1秒钟戴上，然后你拿10几20秒钟来整理一下，真的就是马上头小脸小高颅顶，而且它这个颜色跟我们的发色是一样的嘛，就显得发量真的很多的样子。第三种就是把上面的一点头发给它扎上去，也是扎到皮筋最后一圈的时候，给它朝上窝一下，然后我得把前面的头发也松一下，不然就会显得我太阳穴这个地方太凹陷了。拿几根头发来当当脸吧，随便拿一个抓夹可以夹在后面，这样会更好看，这样30秒就可以完成一个金毛半丸子头。还有一个更省事的啊，就直接戴一个贝雷帽，然后整理一下头发。因为我个人觉得贝雷帽它不管是室内和室外，我都不想摘下来的一个帽子，它又不挡视线，然后也不会很热。